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屋。被射手座爱的深沉可是件好事啊，毕竟这个星座可不是一个喜欢在感情中付出太多的人。射手是浪子，基本上是不会在感情中栽跟头的。什么大风大浪他们没见过呀，什么妖魔鬼怪他们没接触过呀，所以能让射手爱的深沉，实在是一件难事。那些引起了射手注意。 并让他们疯狂追求的人，不要以为自己是那个能拯救射手人生的人，也不要太得意射手对自己的热情。你没有那么特别，你也没有让射手觉得非你不可，这很有可能只是他的套路，他在给你制造假象，让你掉进他的感情陷阱。这个感情高手就是会营造出他爱你爱的无法自拔的假象，在你得意自己魅力无限的时候再抛弃你，你的不甘心。 和你的不知所措，你的舍不得会让射手很得意。其实射手都不知道自己到底爱谁，好像他们只会爱自己，无论和怎样的对象在一起，他们的中心思想都是自己开心，很少顾及对方的感受。就算一开始他表现的很积极、很热情，对你百依百顺，什么事都为你考虑，可是，在热情褪去之后，他就会变得冷漠起来，新鲜感没了。 射手也就很难再对一个人感兴趣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是不是对于射手来说根本没有那个能让他爱得深沉的人？其实不是的，只不过遇到这样的人是需要运气的。能让射手无法自拔的感情开始都不会太热烈，可能只是一个认识好久的人，慢慢的走进了彼此的生活，让彼此都觉得很适合自己。 能让射手座爱的深沉的人，基本都不是让他在爱情中感觉到起伏最大的那个人。这个人是给足他安全感、给足他信心和信任的人。也就是说，有这样一个人存在，射手会没有任何的顾虑，他能够安心的做自己，勇敢的做自己。面对这个人，射手也会变得真诚，没有套路，没有手段，只有最真实的他。遇到这样的一个人。 你不用担心射手会变心，会在激情褪去之后变得冷漠起来。虽然射手的爱情需要激情，需要热情，但是他懂得什么样的感情只是过眼云烟，什么样的感情才适合细水长流。遇到这样的人，射手会格外珍惜的，他也会努力的给足对方依赖。当然，这个人一定是非常懂得他内心的人。如果总是担心射手会三心二意， 会突然变了心，射手也不会把自己的一生都托付给对方。被射手爱的深沉是一件好事，他会给你未来，设身处地为你考虑，在他的计划中永远都有你的位置。被他完全放在心上是幸福的，因为这个人的出现，射手的生活也有了目标。他会打起精神，努力奋斗，给对方依靠和归宿，给彼此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订阅。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屋，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十二种不同的性格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